哎，你别叫了，小师叔现在在大殿上，你叫的再大声，他也顾不上你。救命啊！好吃！哎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喊了？真话全不会伤你性命的，只要你乖乖的说真话，我保证你什么事都没有。那不就是聊聊天吗？你想聊什么？直说。哼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呀？这个问题也要回答吗？你。我打，傻，是真傻。你信不信我打你啊？哎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问我，我帮你捋。我想让你离开御华派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把你带到师尊面前，用真话权逼你承认你是那个什么。反正你不能留在小师叔身边，你只会让他堕落。 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那个？不是，不是，一千一万个不是。哎，没反应，真话全没反应，不可能啊！我明明亲眼所见。 你看见什么？我明明看见你和小师叔。